Stephen，继续。没有关系。爬下去。好，你画的是什么呢？画的是消防车。哦，为什么有消防车啊？因为消防车在路上巡逻。哦，他在路上巡逻，那你没有帮他画马路啊？继续啊，你可以帮他画啊，没有关系。马路很简单，就很简单，跟我们在教室之前我们有贴地线啊。哦，对呀。哎，小心啊！他在天上吗？消防车的路线。好。OK。好，换你回去做了。好，然后换我继续咯。好，那既然有在马路上有消防车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就帮我家的门外面做了一条马路。然后呢，我家外面的马路都有好多颗好多颗的石头。哇塞！这个叫健康步道。健康步道。多踩石头会促进你脚的按摩。哎，那个我走过。嗯。我也走过。那个我只有跳的过去。哎，我没走过，我没走过。就是没有。我有，很舒服。眼睛不好的人走的。哪有眼睛不好的人走？这是健康步道，它是可以促进你脚的血液循环，然后可以刺激。它很舒服。对，它可以帮你按摩。很舒服呢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家外面的屋顶的烟囱上。哇，好棒的眼睛！妈妈正在煮着饭，啊，香喷喷的饭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好，我们已经有马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就换 Pierce。Pierce， 陈静总，肚子一点点不好。嗯，没关系。